见性无关于眼根啊，就算没有眼睛的人，看到前面一片的前尘，那只是前尘至暗，而我们的见性哪里有一点缺失呢？这前尘是指眼前的尘境，以本经眼根所对有明暗两层，以是一观啊，以盲人是见到暗主暗之意，观察起来眼前的沉静是有一分暗沉，盲人既能主暗，就是看见暗，则能见体性，有何亏损？他一样能见呢。所以汝言相类，用如来的手握成拳，比类你的眼根的见性，你说是相同，没有手则没有拳，没有眼根则没有见，你认为相同，我未不然，我认为不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此佛就无畏真人，无畏是什么？就是没有明智咯，无法安任何的名字咯，无畏真人。也可以说没有界位啊，他就是绝对了，没有任何的名相啊，没有任何的子承啊，可是他能大用啊，是无畏真人赤肉团上啊，指出一只金刚正眼啊，正所谓无明窟里有个大光明藏。这个大光明藏如何能够显呢？记得歇即显。你想要开采我们本性的光明吗？充满智慧吗？记得放下就见到光明。上无眼有见，显能见之性，不假眼眼是脱根。上面所说的无眼也是有见，显是能见的见性，是不必假借眼根这个眼的。窘脱根尘，根就是六根，尘就是六尘。哦，原来我们这个光明的自性无关于六根，也无关于六尘啊，它是清净独立存在的，谁会用它谁就是佛，不会用它就是凡夫。岂同妄心离尘无体者乎？哪里跟一般的妄心离开这个六尘就没有体性呢？妄心就是指意识分别心呢、啊。意识分别心就是无意六尘起来，贪嗔痴就显现；无意六尘没有了，贪嗔痴又不见了。由尘引出这个意识心，这个意识心就刹那生刹那灭，它不是常住的光明体啊。常住的光明体性不受尘和根的影响，所以能灵光独耀，窘脱根尘，岂同妄心离尘无体者乎？这个妄心呢、啊，离开了这六外面的六境啊，它就没有体性，这没有体性就是没有永恒性，
没有永恒性，刹那不住的意思，不是我们的清净心，清净心永远存在啊。喜相国崔公瑾，见卢慧禅师问曰：“师以何德？”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师父，你是用什么方法得到成就菩提之道嘞？这个卢慧禅师回答说：“以见性德，因为我明本心，见本性，所以今天得到。”哎。慧方病眼，这个如慧禅师呢，有一天眼睛痛，这个崔公瑾呢、讥曰，讥就是讽刺他了，说既云见性，其奈眼何呢？这句话是反讽的意思哦，明心见性的人也会眼睛痛，也对眼睛痛莫可奈何。哎，就讥笑他了，说既然你是一个见性的人，那么为什么对眼睛痛却莫可奈何呢？如慧禅师说，见性非眼，眼病何害呢？说我们天然的如来藏性，这个见性，它根本不是肉眼呢、眼病何害？眼睛痛，哪里有妨害见性呢？害的底下加啊，何害就何妨害见性，这样就看得懂了啊。眼睛痛，这眼病何妨害到了见性呢？害就是影响啊，眼睛痛何妨会影响到我们明心见性呢？意思就反过来说，见性跟眼睛痛有什么关系呀、眼睛痛也根本就不会影响到明心见性了。这个崔其手谢之啊，谢之就是谢罪啊，啊，真是罪过啊，哎，罪过啊，就是怎么样？哎呀，谤道圣人啊。所以这个圣人的心境就是说，圣，什么是圣呢？你跟他相处的时候，感觉他跟平凡人一样喽。但是等到你要跟他探讨内心的深处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是万丈深渊的深不可测。哎，退回来的时候又觉得是，它很平凡。当你亲近它，越接近它的时候，会发现它离我们好遥远啊。你始终猜不透见性的人心在想什么，他那个境界是进入不可思议的境界的。哎。就是圣人了、所以圣人看反复的看，哎，他就是一个平凡人哦，吃饭穿衣呢，上厕所了，跟我们一样哦。可是悟道的人看就知道，这个人不简单。一样是开悟的，跟开大悟的人看，这个人是悟道的人。哎，平凡的人看，我看你没有什么呢，他还是一样呢，吃饭呢，穿衣呢，说说笑笑，哎，没什么两样啊。哎，但是等下等到你要跟他探讨这个心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望尘莫及，他通通通你完全不通，你够不着，你触碰不到他的心灵深处，他像万丈的深渊，没有办法去探讨，叫做深不可测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崔其手谢之啊，知道说错了，哎，谢罪的意思了。后法眼禅师别云啊，别云有如此这么一段说了啊，
十相公演，其会之所达，由色教义乎？啊，这相公演就是吹弓啊，就刚才所讲吹弓琴啊，所说的眼病啊，其会之所达，哪里是如慧禅师之所达的见性呢？啊，意思是说，吹弓琴所说的眼病，哪里是如慧禅师所达的见性的问题呢？只要一提到问，那由色教义乎，还是涉及到语言文字上的教化了。哎，是不是啊？那如果说不涉及到教化，是吧？师父啊，你眼睛啊，师父，你不是大彻大悟吗？然后那师父，那你今天眼睛痛，也明心见性的人，眼睛痛，你也是莫可奈何啊。他的上人如果很高超的话，就拿一块东西哦，从他头打下去，什么都不能讲，意思就是眼痛跟见性有什么关系，连这句都不能讲啊，款子呢啊，都说哦，师父你怎么打我，他也摸不着门啊。底下阿难言，诸盲眼前唯独黑暗，云何成见？阿难到现在仍然不悟。阿难说呀，那些盲人啊，眼前啊看到的只看到一片黑暗呢，云何成见？怎么可以说他见到呢？有眼睛，大家公认可以看到东西了，盲人在阿难的角度讲，就一般众生的角度讲啊，盲人因何成见呢？是当机不答，阻碍成见之意。反难言，诸盲眼前一无所见，唯独独见黑暗之境，因何成见呢？良以众生迷己为物，任见属于言呢？但知眼见，不知姓名。良疑就是因为众生呢已经迷己为物了，把自己迷惑，认为这个色身就是一团肉啊，一团物质啊，认为这个无形的见性是属于肉眼的眼根呢、啊，见是心法呀，眼根是肉眼呢、啊，是色法呀。是但知眼见，不知姓名，只知道说哎，我们这个肉眼可以看，而不知道肉眼的背后是存在见性的。有世人不但无眼，即为无见，乃至无名亦为无见。诸位把笔拿起来，无名不是没有智慧，无名是指没有光线。所以师父说，不是佛教内行的人打开这一本，不管你怎么看都会看不懂。他认为无明，无明就是没智慧啊，错了。在这里那个明是指光线，没有光线的时候也未意味无见啊。所以此上科室内不依根，此科室外不寻尘。不依根就是不管眼睛有没有眼根，见性无缺。这里是外不寻尘，尘就是光，光明，而是明跟暗，叫上面随尘生灭的四心，其真妄何难立判也。反过来176，佛告阿难，诸盲无言，唯独黑暗，与有言人处于暗室，二黑有别为无有别。
师父先解释一下，说佛对阿难这么说，这些没有眼睛的盲人在眼前看到了一片黑暗，好，换另外一根角度，有眼睛，眼睛好好的人也把他处于暗室，灯全部都关掉，没有日光，没有夜光，没有灯光，处于暗室，进入黑牢，黑暗暗室，两种黑有别为无别，有没有差别？是有差别呢，还是无差别？意思是说，盲人眼前看到的黑暗，跟有眼睛的人进入暗室也看到那一片暗，是有差别呢，还是没有差别？上科阿难亦以见明为见，就是有光线的时候才容许有见，人所共许这一般人可以接受的观念，睹暗成见，看到黑暗也可以看也可以见，世间相违啊！一般人世间人打死不相信啊，故真以唯独黑暗，所以就会有争论啊，啊，以只有看到黑暗云何成见呢？此刻佛立立令审，无眼见黑，没有眼睛见眼前一片黑暗，有眼处暗，有眼的人若处于暗处暗中，一根有异，一个是眼根是好的，一个是没有眼根，有异就是不同啊，啊，就根来讲是啊不同，那一个是好的眼睛，一个是坏的眼睛啊。论镜，镜就是哦，通通是暗啊。论镜实同啊，两个通通是暗镜啊。所以问有别无别，令其自审。如是世尊呢、啊？此暗中人呢、啊，以彼群盲恶黑较量，诚无有异。嗯，阿难自己回答：没什么差别啊。眼瞎的看到前面一片黑暗，跟眼睛的人有眼睛的人进入黑暗处，两片的暗，通通是一样啊。所以当即则曰啊，如是世尊，此暗中人有眼见暗，与彼群盲无眼见暗，二者所见的黑暗比较筹量，诚无有异。既知所见二黑无异，当知能见二见一同。如谓无眼见暗为无见啊，那么你认为没有眼睛看到暗，这个叫做无见，其此有眼见暗也无见也，难道这个有眼睛的人看到暗也说无见吗？这个道理以事一观，以这个道理来观察观照啊，来了解无有明相亦复有见，就算没有光线它还是有见，就是见性还是存在，显彼见性立然，自有离尘之体。所以世尊讲离一切相即名诸佛，相明暗属相咯，是不是啊？是自有离尘之体，前不系尘而为有啊，全不系就完全无关于外在的尘，为有为无，明来见明，暗来见暗，明暗自相啊，这个侵就是侵夺，明来啊夺暗，暗来就夺明，哎，相侵就互相夺，明明来暗就是就被夺了，
按来名就被夺了，所以叫做相侵啊。见无所爱啊，这个见性就没有任何的障碍了。正所谓青山藏不动哦，白云任去来。青山藏不动哦，白云任去来。我们的见性就是如如不动哦。动叫做妄，所以禅宗里面讲动念即乖啊。所以因此啊，你懂得无为法的人啊，看到什么事情都会解脱。因为生灭变化到最后，它就是不可得。就是什么通通化作空，不可得。万法皆是败坏之相。所以因此修行就是开采自己的佛性，而佛性从理解到实证中间就是靠听经闻法般若智慧启发，靠善知识的指引才有办法的。177哦、阿难，若无眼人前见前黑，忽得眼光，还于前尘，见种种色，明眼见者，彼暗中人，前见前黑，忽获灯光，异于前尘，见种种色，应名灯见。这文言文啊，看不来，师父先解释一遍，说阿难，那一些没有眼睛的盲人看到了前面一片都是漆黑，如果有那个医术高明的人把他的眼睛治好了，恢复正常的眼根，叫做忽得眼光，突然他的眼睛治愈了，痊愈了，突然眼睛亮起来看得到了，还于前尘，一样像以前能看到，像明眼人一样能见到前面的啊外境，见种种色，明眼见者，在你阿难的角度说，那个叫做眼睛真的看到，就是一个盲人把眼睛治好，眼根恢复正常，你认为这个叫做眼见的话，那么彼岸中人，彼岸中人，那么眼睛亮的那个人处在暗处的时候啊，那个眼睛明亮的人处在暗处的时候，彼岸中人前见前黑啊，前面也是一片漆黑啊，忽获灯光，哎，眼睛亮的人处于暗处，前途都暗，当他把灯光一开，就是说忽获灯光，灯光一开，一移前尘，也看到了前面，见种种色，那么这个时候应名灯见，那应该叫做灯光看到啊，啊，因为灯出现才见到嘛，啊，这是佛反过来，是吧？是底下此下辨明，见乃是心啊，此心离缘独立啊，不借内六根，也不依托外面六尘。佛陀的伟大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明心见性。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伟大啊，美国发射太空船，
到这个月球去，阿姆斯壮登陆月球，说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，看起来都很伟大。深海有人去探讨，外太空发射太空船，人体有医学去探讨，唯独独没有人明心见性，去找到每一个人究竟存在的如如不动的心性，唯有佛陀发现，只有佛陀发现。所以佛陀是圣人中的圣人，你一般科学知识它都是往外，科学很好，帮助我们理解整个宇宙啊，物理化学都很好，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知识，唯独独佛性没有人发现，只有佛陀。不借根也不脱尘，本科先立明眼见之谬啊，先立就是来告诉你这个啊，先说明眼见啊的错误。上面六句就阿难的意思暗定，下面六句是力破其谬，说以无言得言而后见，即名眼见者。所以一个眼睛坏掉，被医生医好了，突然眼根恢复了啊，你认为这个叫做眼见的话，则无灯得灯而后见，应名灯见呢。那么一个正常人在黑暗处啊，把灯一亮，那应该名为灯见呢。人所共知啊，盖灯不明见呐、啊，人所共知啊，眼不明见，人所共迷呀、啊。所以眼睛真的看不是眼睛，是后面那颗心呢、啊。后面那颗心有更深的一层，不是意识心，是见性在看，心性在看，而一般众生不能理解，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在执着，情绪随时随地都在起伏，叫做妄想颠倒啊。所以佛陀说啊，如果一切众生远离了颠倒妄想的这些执着，也跟佛一样了。所以人所共迷，眼不明见人所共迷，所以用灯反难来反问啊，令之眼见是错误的。好，姑且说，若灯见者，灯能有见，自不明灯，又则灯观何观如是？姑且退一步说啊，叫灯见者，如果灯见啊，名为灯见，前面说啊，呼获灯光啊，意于前程见种种事，一名灯见呢、啊。退一步说，假设你这个灯见能成立，若灯见者可以成立的话，灯能有见，自不明灯。灯既然能自己变成有见，那当然就不叫做灯了、啊。它就变成有情啊，啊，灯能自己自见呢，又则灯观啊，何观如是啊？那么又则灯呢、啊，自己能见呢、啊，观就能见呢、啊，又则灯能见何观如是？又关你什么事情呢？观就是能见呢、啊，啊，这句意思就是说，若灯见者，灯自己有见。当然就不叫做灯了，因为灯是被见的嘛。啊，又则灯观，如果灯自己能见，那么也不关你的事情啊，因为它灯自己能见啊。若未是灯见者，灯是无情而能有见，自不名为灯呢、啊？既名为灯，自无能见之功啊。
啊，又则登众人观见，自是登观啊，何观于汝之事啊？则登不明见也，明矣，明矣就是非常明显啊，登不明为见啊，眼不明见，立此可知。可是一般人都迷惑了，以为眼能见啊，不知道后面是心性在见啊。好，翻过来178，是故当知灯能显色，如是见者是眼非灯，眼能显色，如是见性是心非眼。说所以你应当知道灯，如果加一个字只，只有的只，灯只能显色，就是灯只能帮助显色，不能变成能见呐。啊，如是见者是眼非灯，能看到的是眼睛，绝对不是灯。这一层道理你懂啊？所以这里标号就是 A 段啊 ，A 段啊，地下就 B 了。眼能显色，如是见性是心非眼，所以这里分两段，两段。好，再解释一遍 ：A， 是故当知，所以你应当知道，外面的灯只能帮助你显出这个种种的色相，而如是见者，而能看到的是眼睛看到，绝不是外面的灯。啊，这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更深一层的 B 眼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加同样的道理五个字，在是眼非灯的底下加同样的道理，哎，这样更清楚了。啊，同样的道理，眼是能显色，眼睛只是帮助显色的，真正的看的是什么？如是。是所见之性，是心非眼，是后面那颗心在作用，不是那个眼根的肉眼在看的。这样，前面让你知道啊，粗糙的例子让你理解，后面就更维系的推进一步，哎。更维系的让你去觉察的时候，哦，眼根也是能显色，真正的见是后面的见性，是心在看，不是眼。所以你没听说过吗？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，是不是？我们呢读过这个古书都是这样子啊，还要有心呢。所以重点是心，是辗转成谬之故，辗转成谬之故啊！当知自有正义可生，此证明见性是心非眼，非但不见明成，坚毅离彼肉眼，所以以灯为能力，眼睛为所立，有眼得灯，此但借灯以显色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。如是能见加一个能字的话更清楚，如是见者啊，如是见者就是如是能见的话是眼睛而不是外面的灯，是就一般此事人所共知，就你大家能理解的继续推论，继续深入的去理解，是以此立名，没有眼睛突然得到的眼睛恢复了正常，一旦借眼以显色，只是借着眼睛来显这个色，如是见者是心非眼，更推论真正的见是后面那个心，不是那个肉眼，是此事人所不觉，这个事情一般人是不能理解的，
一般人理解是有眼睛有灯光有境界就能看，一般人理解到这个程度，而佛陀教我们要更深一层的，我们的眼根只是肉眼，真正能看的是后面那颗心。佛陀要我们理解更深一层的道理，如来如是显发，可谓婆心特切呀。闻则即显悟，任其见性为心呢、见性为心，就是见性才是真正的我们的心呢、因此我们 要用不生不灭的清净心修行，用无所住的心来修行。每一个人本具的是让我们的清净心发挥，一直发挥作用。你只要记得歇即是菩提，天大地大的事情都没事情、天大的事情都没事，就是大彻大悟的人。观佛前喝，观佛前面呵斥，妄是非心，此显见是心，那个见性才是我们的心。前后照应，即所以应阿难真心之求。系枯木主言禅师，过去有一个叫做枯木主言禅师，一大会禅师在云门庵夜坐次，就是半夜起来。以前出家人啊，不像现在出家人这么好命啊。我们现在出家人啊，一个人一个房间，有的人两个，不一定。讲堂大部分呢、老参的都是一个人一个房间。以前古时候古丛林啊，不是的，木板钉一钉是整排的，睡觉的时候是整排的，一个一个躺着，起来的时候也是一个一个，去禅堂坐禅的时候也是有次第的，这样坐整排。所以夜坐次就是半夜起来，大家坐着很有次第性，也就是排好的意思啊，很有次第的坐着。半夜起来啊，半夜起来很有次第的坐着，也准备去禅堂咯。是见身剃灯，这个剃啊本来是剃头的意思，就是除去头发就是剃啊，在这里当作熄灭或者是拿走啊。说看到一个出家人见身了 以前呢不是这种灯呢、油灯呢、油灯呢用盖子要盖一下油灯就熄灭了，是不是？当然也有人用吹的了，吹熄了以前哪有电灯啊，以前都是油灯啊，同时挂在墙壁的。现在的人好命啊，现在这个灯光科学的发达，拜科学之事，你看我们现在灯啊多亮啊，又有麦克风讲经说法，又可以录音又可以录影，是不是啊？多好啊，这我们感谢科学家的发明。好，这见身剃灯就是熄灭的时候，正要拿走那个灯，史彻正一下子突然大悟，有句耶，有这个句颂这么说，说剃起灯来是火，历劫无明照破，
归堂撞见甚深，几乎当面戳过，不戳过是什么？15年前奇特，依旧只是这个。诸位啊，这个叫一般人来看啊，没有人看得懂。这段看得懂的人起手，是不是啊？没有人看懂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师父解释一下啊。提起灯来是火，就是说，当他一面要拿走那个灯的那一刹那，是火。这个火就是明心见性，大见心中大智慧如火，就是开悟的意思。啊，提起灯来是火。正当熄灭灯要拿走的时候，突然才见到了真火，就是真心啊。历劫无明照破，有了般若智慧，本具的不生不灭的见性啊，涅槃妙心，历劫无明照破。哦，原来万法本如来藏啊，归堂撞见甚深啊。回到禅堂的时候呢，看到了圣僧，就是刚刚啊要剃灯的那个出家人，几乎当面戳过，戳过就差一点就错过了。假设说这错过本来就是白白浪费的意思了，如果说换一个角度，不错过是什么？如果没有当面戳过，那又是什么状况呢？这15年前奇特，就是15年前啊，想要有一个好奇，因为不悟嘛，想要见性，这种好奇心，这15年前奇特有这个好奇心，想要明心见性。今天明心见性以后怎么样？依旧只是这个，只是这个后面加四个字，你就更清楚了。就没有新旧，没有新也没有旧，依旧只是这个，没有新没有旧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存在一个历劫来存在的这个不生不灭的啊涅槃妙性，不缺一丝一毫。是依旧只是这个啊！15年前很好奇，想要明心见性，现在大彻大悟以后，发现依旧跟15年前这个一样啊，也没有什么新啊，没有什么旧啊，以前15年前就存在啊。说会以具正耶？会就是大慧禅师了。就大慧禅师用这个句诵送他说，万刃崖头解放身呢、啊、起来依旧切心心，饥餐可饮混无事，哪论细人非细人呢、啊、这个万刃呢、啊、这周朝啊以7尺或者是8尺为一刃呢、啊，叫做万刃崖头，也就是万丈深渊的悬崖边呢、啊，解放身，就是纵身一跃啊，这什么意思？万刃崖头是指表法的，就是最难放下的时候。众生总会留一点点执着，为自己着想，心也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一手，面包师傅留一手，中药的医师留一手，毛笔的老师留一手，这什么事情第一个顾虑到一定会留一点点当做将来的资粮，就是以我为考量。所以那个万刃崖头是指什么？是指最难放下的那个时候，解放身
那个时候众生一要就是难舍能舍一样通身放下，就在那个时候啊，解放身就是众生一要啊，跳一般人呢不敢啊，一般人叫他万年放下，他那个命根不断了、啊、命根就是第八意识的唯识执着，是很难啊，要众生一要的，在最难关的那一刹那他一样能够看得破，叫做万刃爷头解放身啊。说起来依旧切星星啊，当他彻底通身放下的时候，会发现依旧切就是还，哎，星星就是更聪慧机灵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起来就是当他放下的时候，并不会因为放下而失去什么，放下的同时依然更为聪慧更机灵，那个时候放下就是全部都是用智慧的时候了。意思就是放下不但不会为我们失去什么，哎，所以起来依旧切星星啊，切就是还呀、啊。啊，当他万法通身放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切依然更聪慧更机灵，就是明心见性的啊。说饥餐可饮混无事，肚子饿了就去吃饭，口渴了就去喝水，混就是全然完全没事儿。哎，说大彻大悟就是没事儿，凡夫就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通通是有事儿，那论戏人非戏人啊，他已经入于无我了，究竟平等了，哪里可以论是戏人，就是过去的明心见性，或者是不是过去的明心见性的那个人呢？哪里是论什么是过去的人，或者是不是过去的人？意思就是明心见性以后没有这个，完全无我，完全都是如来藏性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没有分过去现在未来。佛剃灯何以本分事啊？佛就是语助词，剃灯当他洗灯要拿走这个灯的时候，以何以本分事，本分事就是明心见性啊，跟我们的内心里面这个明心见性啊，是完全本来就是两风马牛不相及的，是两码事儿。就是说那个洗灯跟明心见性有啥关系呢？本来就没有关系 ，but but， 但是根气力的人，底下就根气力的人乃即悟去，就见性。乃即悟去上面就是若根气力者。就悟了。我们呢、啊，不要说啊，熄灯啊，盖灯啊，就是把讲堂灯通通啊，拿铁锤全部都打破了，就是也不知道，那个给了钱也个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如果这个打个灯啊，能够让你开悟的话，那没问题咯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看到灯泡，噗！叔，我来救师傅。啊，他们说，哦，哦，灯自生灭，自性不动。哎，尘自生灭，自性不动。哎，体悟不出来啊、哦。如是尊言，如是见者是言非灯，如是见性是心非眼。如是能见者是眼睛看，不是灯自己能看。如是见性是背后那一颗心在看，不是眼跟肉眼在看。此刻以见性脱根脱尘，迥然灵光都要，
于四义中是妙明义，把笔拿起来，四义就是四个字，一极，二长，三妙，四明。四义就是极长妙明，就是四义。意思就是我们的清净自性是极灭的，常就是永远存在的，妙是不可思议的，明是照天放光动地的，能起作用的，叫做四义啊。此刻以见性迥脱根尘，脱根脱尘，迥然灵光独样，它是独立存在的，不受六根六尘的影响的。于四义中极长妙明，是妙明义，是属于妙跟明，就是第一番啊，十番显见的第一番，这显见四心，就是啊，这第一番就是极长妙明里面的妙明义啊，是显见四心啊。第一段讲完了，卯二显见不动。一七九，阿难，虽复得闻是言，与诸大众口以默然，心未开悟，犹记如来，此因宣示，合掌清心，祝佛悲悔。啊，住就是等待啊，佛陀的慈悲教诲啊，说此文乃节前起后，上面四句是节前，下面的四句是起后，是言即是心非言，这四个字要一起念，即是心非言，是心不是言，之言默然乃是静默无语，稍有解悟，始觉相就是过去，才开始感觉过去以往是错的。楞严正脉这么说，疑则一向但知有眼方为有见，无眼即为无见，今因盲人睹暗，使之无言亦有见，而只见一言，殊不相干。哎，一向就是以前呢、啊，只知道有眼睛才有见，没有眼睛就是无见。现在啊，检验这个盲人睹前面的一片黑暗，才知道哦，没有眼睛也可以见，只是见暗而已啊。而只见一眼睛，完全不相干。二则一向但知，见明方可成见，见暗不得成见。这一。